喂，好啊！哎呀，今日 FB Live 個市啊，真係逼你咧瞓著覺真係。好，睇一睇先，好活躍啊個市，升900多點啊，大佬！琴日升完300多，今日都係跌少少咋。咁啊，跌104啦，呢個又，哇，仲升35點添。我梗係唔係講啦，香港啦，你香港翻屋企瞓覺啦。日股升900多啊，哇，真係365啊，第一個位啊，上個禮拜講過啦。你啲迷信啲黃金比率咧，咁你就365，另一個384，跟住就係42,000，OK？啊，邊個到，邊個唔到啊？唔知啦，你自己睇位啦。台灣啊，講緊，琴日升個砰砰聲，今日都係跌咋。美股啊，講緊道指啊跌140，納指啊升35啊，睇下啲個股幾精神啊！哇，我講 Apple 啊，升咗個幾啊，217啊，我講 Nvidia 啊，升咗4.5啊，琴日109啊，我講你啲垃圾港股咩？唉，真係冇計啊！油價啊，好多人今朝問油，可能今朝你。我成日都叫你哋唔好睇香港啲新聞睇咁多噶啦，嚇！啊，講到即係啊，油價點咁，哇！唔敢咧就真係可惜啦，就應該係點啦？咁啊，油價其實都未企到80嘅，咁啊，講到點都冇用啦，係咪？佢都72.幾上到去80，都升咗成7.幾噶啦。咁如果你聽嗰啲新聞講點咁咧，你80追咗咧，隨時係高追噶，咁所以唔抵玩嘅，有唔好亦都冇嘢好玩啊！嚇，咁啊一切就係要等，我覺得即係等多，即係港股啊，等一日就係呢個騰訊加阿里巴巴啦嚇，咁但係咧阿里巴巴咧即係睇幾日咧，佢開頭 upgrade 升嘅，今日做咗79.15。佢係升㗎啦，上個禮拜到而家，咁但係咧個業績越行越近咧，佢只股咧就越嚟越冇力，即係除非你睇佢業績又好大突破，嗰啲咩乜乜通嗰啲咧就好多北水走入嚟買，如果唔係咧，79.幾今日咧就可能係業績見頂喎，呢個位80都見唔到喎，都有啲擔心喎。嗱，而家你買，琴日4點講啊。你買阿里巴巴咧，你真係要搏佢5月23日嗰個裂口嘅啫，嚇嗰個裂口頂咧就係嘟，等先有頂就係79.38，嚇今日阿里巴巴最高啊79.15，爭0.5厘嘅啫。咁當然，如果你收個裂口咧，就係5月22日個底，5月22日個底就係81.38，都係3.8位嘅。嚇咁啊，嗰度仲有成2蚊，咁但係2蚊俾唔俾到你？今次嘅業績同埋個乜乜通俾唔俾到啲2蚊你咧？哎呀，真係係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咧？咁所以咧，如果你阿里巴巴揸咗啲牛仔或者 call 咧，上個禮拜揸到而家嗰度已經執咗成3-4蚊㗎啦嚇，即係你唔好去到咁盡，去到上個禮拜一急插嗰下啦，咁你計74蚊嗰度都成4.幾㗎啦。咁我覺得就不如 dab 咗佢，唔好搏啦，即係唔好搏佢補裂口嗰下啦，嚇！咁你港股通嗰啲都係去到9月啦，又好似未咁快，咁你真係你點拿捏佢個業績啦？真係，咁啊騰訊今日好啲啦，有啲力啦，但係有力又唔係好夠氣咁樣喎，嚇！佢做過380.6，今日最高，咁咪回翻啲落嚟。哎呀，兩隻即係短期係睇呢兩隻業績㗎啦，因為其實就冇乜嘢睇啦，港股即係食照啊！阿波叔仲話啊，香港啊咩金融中心啊、貿易中心啊、乜乜中心啊、物物中心，唔好再講呢啲啊波！唉，你玩啲強項係湯湯嘅，你就繼續湯湯啦，唔好搞中心啦。咁啊，佢成個市冇佢冇力，咁啊短睇就係騰訊加阿里巴巴嘅業績。但係個業績行出嚟，行到而家啦，聽日就出啦，聽日同後日出啦，唉，都好似冇乜力咁樣帶唔到個市上，都有跌擔心嚇。即係你話我唔使擔心嘅，佢出業績勁㗎啦，個價就爆㗎啦嚇。騰訊就
畫曬成個圓底上翻390樓上，阿里巴巴就補翻5月22、23嗰個裂口上翻82蚊。你有咁嘅希望，有咁嘅期望嘅話咧，咁你咪繼續咯。咁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呢啲位真係安全起見，即係走佢先。唉，我費事佢兩隻嘢出咗個業績出嚟之後咧，見光死嘅真係。哎呀！港股真的沒有話說的，不要經常叫我說港股，港股恆生指數在我來說只是一個過客而已，即是計算這個郵輪之後，我今早在豬兜谷說了一個更好的比例，郵輪都給面子了，香港即是這麼大隻郵輪走過來都好像有點氣勢一樣。今天的港股我今早估到是這樣的，真的又是那隻一開就是威是勢登到行了，跟著就站不到跌回轉頭，但又不是跌好多，全日就有個十零點俾你食，咁樣就係咁樣啦。咁嗰個形容咧就好似咧一個怕醜仔啦，或者就係事業冇乜成嘅一個人啦，或者係個樣又冇唔係咁標緻一條女啦。咁咧就去飲嚇，咁去嗰個酒樓嘅途中咧，或者酒店嘅途中喺度諗，哎呀，真去飲咧。唉，見到個姨媽又問我而家做緊啲乜嘢，又問我係咪做緊律師啊、會計師啊、醫生啊嗰啲咁樣。唉，我又唔通話俾佢聽我做緊看更咩嚇？咁啊，唉，阿八姑咧又問我結咗婚未？咁啊，條女咧係李嘉欣啊，就係周慧敏。唉，我點好意思同佢講我條女係河馬咧咁樣嚇？咁啊，但係咧就阿表妹又結婚，咁我又要過去，咁啊一路諗一路諗。唉，我真係點應對呢？啊，人哋嗰啲又咁出色，我啊咁兜踎，點答佢好呢？唉，但係又要結婚又要過去，咁點算呢？咁啊好啦，最卒之咧就去到嗰個酒店門口嗰度 reception 嗰度咧，就掉低5嚿水人情，跟住就走咗，落去樓下嗰度整翻碗雲吞麵，嚇，再喺條街度揼兩個鐘，冇嘢做噶，就咁喺度行嘅啫，行兩個鐘，跟住翻屋企。跟住阿媽問你，哎，即係表妹個餐點啊？咁你講到興高采烈，哇，好犀利啊！又再歌再舞啊，又跳火圈啊，又心口碎大石啊，乜都玩齊啊！哎呀，嗰啲鮑魚咧大大隻，哇，嗰啲刺咧條條就咁大碌刺，哎呀，好正啊！其實就冇去過，嚇，掉低咗5嚿水，就落咗去食雲吞麵，跟住再喺銅鑼灣嗰度行咗3個鐘，翻屋企。而家港股咪咁咯，嚇！人哋出邊咧，哇，好興奮啊！會跌4000啊，升3000啊，哇！跟住升完3000之後，仲有1000啊，咁你香港攏埋去啦！哎呀，我啊真係又唔爭氣嚇！你哋係國際金融中心，我啊國際兜踎中心，唉，咁點咧？咁啊香港咪擺低5嚿水人情，跟住行翻出嚟，跟住同佢講：哇，我哋好勁啊！我哋嚟緊咧有乜乜中心啊？唉，我哋嚟緊咧又有呢啲咩加強嘅咩流動性啊咁樣嚇，跟住我哋嚟緊咧又有啲咩上市啊，啲 IPO 排曬隊啊，跟住我哋嚟緊咧又會受惠於美國減息啊，樓市蓬勃啊，跟住我哋嚟緊咧就會點點點，跟住我哋嚟緊咧又會咁。其實阿媽，你同阿媽講完之後，阿媽知道嘅仔，你根本就冇去到，算啦，你吹到咁大，到最後。人家結婚你都不敢走進去坐下喝罐可樂都不敢，就撩回出來了，即是獨男、宅男、躺平齊了，算了，港股不要那麼認真，走過路過見到的就光顧一下咯，不想光顧的下次吧，港股有什麼說呢？沒有說了。中剛剛說了短就看這個騰訊加阿里巴巴而已，你博唔博個業績出嚟，整多棍俾你咧，嗱你自己諗啦 ，OK？ 中線少少咧就博個 Jackson Hole 嘅啫，因為阿鮑威爾咧就應該會出場噶啦。咁啊斷股咧，佢都要講兩句係嘛？你冇由 Jackson Hole 咁咪跟住唔講嘢，打高爾夫球㗎，一定會講兩句噶啦。咁喺嗰兩句嗰度會唔會見到佢嗰個息口點減法咧？應該就不會大減㗎啦。而家睇個款，因為前日咧阿特朗普啊走出嚟講就話咧。喂，未換總統，冇減息住喎，我又唔覺得太差喎。嗱，咁呢啲係特朗普選總統之前去安慰啲選民或者吸選票啊。
還是真心說話，還是做了 rehearsal， 我就嚟大巴扯爆你個鮑威爾㗎啦，就係唔知㗎。咁但係睇 Jackson Hole 啦，咁我覺得咩緊急減息應該唔會㗎啦，係緊急減係上個禮拜㗎啦。咁你九月聯儲局我諗係會減息嘅，減點二五咗緊啦。啊，你見到嗰個美國嗰個債息市場都真係看風使理嘅。抽翻上去啦！上個禮拜跌到撲街，今個禮拜都抽翻上去啦。誒，其實你都唔使減咁多啦，個經濟都唔係太差啫。嚇咁樣啊，咁誒陸陸續續跟住都會出啲中國經濟數據，但係我覺得就冇乜特別嘢好睇噶啦。啊，咁啊誒個 CPI 就高翻啲啲啦，就唔使驚負通脹啦。嚇咁啊高翻啲啲，咁啊呢個啲啲可以幫到幾多咧？可以撐到幾耐咧？就唔知啦。咁啊，另一條戰線咧就係九月、十月中國嗰個工業產值嘅，啊咁啊，究竟 Thanksgiving 人哋個市場得唔得啦？同埋如果人哋個市場得，又揾唔揾你做啦？就真係唔知啦，啊好多 uncertainty， 啊我哋即係嗰條僆仔入去阿表妹嗰度結婚咧，我哋而家嘅心態都咁啦，哎呀好多不明朗因素嘅，入到去之後咧。唉，我又唔知坐邊個位啦，咁啊裏邊有啲咩人我又唔知啦。唉，跟住有啲表演會唔會拉我上台表演埋一份咧？我又唔知啦。咁既然如此嘅，呢個節目咪完咗。喂，繼續啊！即係唔斷線啊，唔關我事，亦都唔關 RF 事，又唔知關邊個事，點解突然之間斷咗嚇？咁而家開翻啦，咁啊～睇下先，一開翻之後咧，又真係好鬼煩。有冇啲問題咧？哎呀，睇下先。係，好啊，得，係。唉，唔講嗰個例子啊，咁鬼邪啊，真係唔好結婚啊，大佬，阿表妹唔好結婚住嚇。唉，阿表哥又擺低咗人情啊，走咗先，翻咗屋企噶啦。咁啊，港股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啊，咁啊，表妹誒好開心啦。上個禮拜求婚啊跌四千，今個禮拜擺酒啊升四千，我係犀利嘅表妹。好嘢，咁啊，其實港股你即係可以變成一個個客式嘅睇法啦，嚇。咁啊，越嚟越多人咧就跟我嗰個玩法啦。就係正股沽爆佢，即係其實我正股真係沽到七七八八嘅啦，剩翻只七八八啦啊！其他咧就牛熊 call put， 一下一下咁嚟炒，得就食，唔得下鋪，簡單方便直接啊！咁啊記住啦，咁啊因為就我哋唔知個 YouTube 發生咩事咧，所以但係頭先就突然之間停咗嘅，咁啊嗰度當第一節啦，咁呢度當第二節啦，咁啊問題都不大嘅，因為本身嚟講咧個市咧就真係冇乜特別嘢好講嘅嚇，咁啊好多人都以為我係嗰啲咩，我唔係老蕭啊，老蕭就係即係乜都識，我唔係啊，即係你俄烏戰爭我真係唔知會發展成點嘅，但係我覺得就係、是。烏克蘭都幾好嘢啊！咁啊喺嗰度喺人哋嗰度兜咗個圈啊嘛，搞到阿普京嘅一個講阿普京又話著草啊，搭直升機走咗。喂，大佬，克里姆林宮嗰啲直升機我未去過啦，我唔知啦。啲直升機都出出入入飛來飛去噶啦，咁啊見到哇有個直升機飛走咗，哇一定係普京著草啊咁樣啊，跟住個個講哇普京著草啊，哇真係我都唔知道。其實俄羅斯我好想去嘅，以前我都好想去俄羅斯嘅、啊、不過去俄羅斯又好鬼煩啊！你冬天又冇得去啦，嗰、那個零下即係落雪紛飛咁樣，你夏天咧又好鬼多人嘅，咁啊，所以我好想俄羅斯睇嘅，即係旅行團咁樣啦，唔好自己去啦嚇，好、啊、想好想去嘅，但係就唔知道有冇機會啦，因為有制裁又成，好難講嚟噶嚇，好、啊、想去嘅，好想去。我睇下有啲咩問題啦。以為俾人捉咗，以為俾嘟嘟捉走咗，冇啊，冇捉走，我梗係唔會啦，係咪？啊，講一講奧運啦，咁啊，奧運今年都到犀利㗎嚇，中國攞40個金牌啊，同美國排名金牌榜排名
同一樣啊！咁如果中國加，其實我覺得咧，就好多人都話：，誒、哎，中國冇理由加埋香港變四廿二啊！其實中國應該加埋香港嘅，因為嗰個中國香港嘅身份啊嘛，嚇、啊！咁你中國應該係加埋香港，應該係四廿二，因為真嘅嚇。咁即係 anyway 啦，點都好啦。咁喺個喺嗰個奧運個體制上邊，攞幾多牌其實就冇乜所謂啊！覺得因為乜有乜好？有冇比較咧？有冇爭咧？咁有兩樣嘢，我覺得就有一樣嘢，我覺得要成。我成日都諗起嘅嗰陣時，2008北京奧運嗰陣咧，咁我2005、2006啦，我一段時間咧，我長期喺北京，長期喺北京。咁啊，嗰陣時就同啲北京嗰啲官咧，都有翻過翻兩招喎，都。有一次咧，就同嗰啲喺北京嗰啲中國啲奧委會嗰啲有啲代表咧，就食飯。咁啊，其中一個阿叔咧，就同我講，好自豪咁樣同我講，咁佢覺得就係話咧，即係仲有應該仲有應該2006年咧，應該仲有兩年咧就北京奧運嘅啦。咁佢問我信唔信啦？如果喺北京奧運嘅時候，我哋中國要攞曬全部嘅金牌。我哋都佢哋都有能力攞到，我對呢句説話我真係深信不疑。跟住佢就話，即係攞曬啲金牌，我哋一定攞到咧，一定得噶啦。其他嗰啲冇金牌攞噶啦，最多攞銅牌嘅啫。嚇，咁但係都係唔好嘅，因為有啲咧，即係譬如你話籃球啊嗰啲，即係美國國技嚟噶嘛，有啲嚇跆拳道啊嗰啲都係韓國國技嚟嘅。咁有啲即係人哋啲國家國旗，我哋就唔好意思攞人啲金牌咁樣。我深信不疑啊，真係好信中國會攞曬啲金牌，其實好易攞，你俾錢就得噶啦嚇。咁你話同嗰啲美國嗰啲 NBA 嗰啲講咧，我嗱我一翻一千幾百億，我要你個籃球金牌，咁我諗佢哋分咗嗰一千幾百億俾個金牌你有乜所謂啫？係咪先？我深信不疑嘅嚇。咁啊，跟住。今次咧，今年咧就其實呢兩屆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咧嗱，你睇到成個形勢咧，就係話咧嗱，中國可以攞到你嗰啲金牌嘅，即係譬如游水啊嗰啲、田徑啊、問水少少啦、游水啊嗰啲咧、網球啊都攞到啦，今年嚇中國可以攞到你嗰啲金牌嘅，但係你啊攞唔到我哋中國啲金牌喎。跳水啊 ，band ball 嗰啲啊，即係我哋立曬嘅，你又攞唔到嘅。咁所以我又真係對於2006年嗰位，我諗佢應該釘咗噶啦。嗰位仁兄咁講就係話咧，如果要曬啲金牌，我係可以要曬金牌，不過我費事要曬金牌，驚你唔高興。你一唔高興咧，成個奧運一世都唔搞咧，咁啊無謂啦。咁啊，所以咧金牌咧，啊你強項嘅我俾翻你啦嚇，啊我依啲我嘅就我啦咁樣，我好信嘅。咁但係呢兩屆都係啦，真係確實個體制，即係個運動嘅體制，個體育個體制唔同嘅話咧，係有好大嘅唔同嘅局面。咁至於你話好多人都話，誒、哎、金牌含金量啊，點解呢個咁多金牌，嗰個咁少金牌？咁其實有時候又我話覺得個金牌，即係大家都咁睇重個金牌嘅數量或者獎牌嘅數量嘅話咧，喂，咁你每個運動咧？嗰、那個運動涉及到嘅獎牌嘅數目咧，喂，你國際奧委會咧，梗係計計佢喎。即係譬如咁講，就譬如籃球咁講，全世界好多人睇籃球；足球，全世界好多人睇足球。即係嗰個觀眾量係大到不得了嘅。但係籃球同足球，男女只夾埋得4個金牌嘅啫。你踢到識飛，你90個美斯喺度，你叻極都係攞4個金牌。OK， 4個金牌。籃球加足球，但你 band ball 咁咩男子、女子、男女混啊、混雙啊咁樣，好幾個金牌喎、啊。你跳水嗰啲啊，男女啊，又混啊，又20米啊，又100米啊，又高台又低台，又彈板又唔彈板，咁咪好鬼多金牌嘅、啊，係嘛？咁但係喺全世界裏邊睇跳水或者玩跳水嘅人係好鬼少眾嘅啫，大眾嗰啲運動。嚇、啊，冇牌嘅喎，得幾個牌嘅啫喎，咁係咪即係當全世界嘅時候都睇嗰啲獎牌數目睇到咁重，尤其是我哋嘅政府，哇！睇到有獎牌就有
有錢分㗎啦，啊冇獎牌咧，你啲運動員就瞓街啦咁樣。咁係咪喺個獎牌上邊個 distribution 上邊要再諗諗佢咧？即係譬如足球咁樣，全世界咁多人睇足球啊，但係你足球真係十一個對十一個，一係男一係女，你整個混合啦，男女混合足球啊，或者係有啲五人足球、三人足球，大家都睇獎牌睇得咁重嘅時候，你咪喺嗰個多人睇嘅運動嗰個類別裏邊就派多幾塊獎牌出去咯，每個真係咁諗啫，真係，即係老老實實射擊嗰啲，即係依個地球唔係淨係講香港，即係地球上面有幾多人睇啫，係嘛？咁點咁鬼多獎牌咧？咁樣嚇射箭嗰啲啊面捱面嚇咁鬼多獎牌嘅咧？即係我唔係話嗰啲唔係運動嚇嗰啲，但係即係依個地球上太多人將嗰個獎牌數量睇得太重。咁你個運動係咪應該按嗰個比例加嗰個獎牌？即係譬如踢波咁樣，係咪有個金靴獎就應該俾個金牌佢咧？咁樣係咪應該咧？咁如果你籃球咁樣，邊個好似 Curry 咁樣射得咁多三分波嘅，咁有個三分波金牌咁樣，佢係咪應該要咁樣平衡翻個金牌數目咧？即係咁樣咯嚇，咁所以係咯。咁但係中國好犀利嘅，四廿個金牌，咁啊游泳一百都仲可以破到世界紀錄添，打破曬美國嘅壟斷啦嚇，都好犀利嘅中國。北大河會議應該開完嘅啦，我估應該咪禮拜二咧，應該開完嘅啦，冇咩好交代啦，北大河會議係嘛，即係之前點解開咗講嗰啲咩就唔知點解我哋大大可以連任三屆亦都唔知咁而家有即係有咩估啫係嘛咁但係就好多傳聞啦又話中風又話失智又話成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啲傳聞全部都嘥氣聽嚟都嘥氣。免責聲明 ：Record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為不保證絕對無誤，資訊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本公司概不負責。同時 ，Record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只可作為參考之用，並不構成邀約、招攬、邀請、誘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申述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概與 Record Finance 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同時 ，Record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 Record Finance 立場。